好，我是郭仁啊，我终于嚟到呢、这个台北呢个买 high end 嘅试音室里面啦。咁啊，究竟咧呢度咧平时影睇相就睇得多啦，咁啊真实嘅环境系点咧？咁我都好想，我终于可以嚟睇睇啦，入去睇睇咯，咁样睇啊，睇唔到啦，就系咁啦啊！哇！呢、這个纷纷大雨，有一个好浪漫嘅感觉。入嚟又系另一个感觉，呢度系边度呢？就系买 high end 啦。买 high end 位于台北嘅试音室咧，咁就入到去咧就有一个会议室嘅地方可以试下 headphone 啊、desktop hi-fi。咁跟住咧就系一个双层门，双层门后面先至系一个真正嘅试听嘅地方。咁呢个试音室嘅面积咧就系阔16尺半，长咧就系30尺，咁呢个面积咧都足够好多大喇叭有呼吸嘅空间噶啦。咁入边咧就除咗系用嚟试机之外咧，亦都系适合自己嘅玩 hi-fi 嘅地方，咁所以啲软件啊、装饰品啊都摆满晒嘅。不过咧最令我觉得有兴趣咧就系呢个试音室嘅房间处理啦。咁特別咧係呢個天花嘅部分啦，咁前面咧就加咗呢個擴散板，咁就可以減少呢個主波問題。咁大家都見到，呢個試音室嘅天花都有兩條梁嘅，咁呢個擴散板就可以解決呢個梁嘅問題。皇帝位後面嘅天花全部咧就做曬呢個 skyline 嘅擴散，咁四隻牆角咧後邊咧就加咗呢個 tube trap 嘅 bass trap， 咁啊吸收多餘嘅低頻。咁前面嘅低頻比較多啲，咁所以咧就會係用到呢、這個。德国的 RTFS 的 Big Block， 咁啊两支后面再加一个 Tube Trap 嚟到吸嘅，咁啊所以咧现场听咧就唔会再听到有呢个驻波嘅问题，而且个低频份量系啱啱好。Hello， 靠近这个，试下，那就可以。Hello， 跳一下，看一下跳。逛逛，对，都还 OK 的。来的话，因为我们这里大唔大啊？离捷运站大概。我都打的很在走啊。今次非常感谢小叶的款待啦，希望下次可以再来这个试音室听更多音乐啦。不过话时话，小叶究竟去了哪里，找他出来先。要问什么呢？结束。